各位乡亲大家好，记得我为什么这个上次有817万票的大胜，主要大家都吃了芒果干，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害怕中共武力来侵犯，那只有蔡英文一再的保证，只有他能够抗中保台，是不是这样？大家记得吧？可是最近他已经当选了，然后有好像中美之间的情势相当的紧张，一边是增加了这个潜艇巡逻，另外一边是飞机也不停的绕在我们台湾的周遭，好像双方的武力一触即发。那其实核心都是台湾嘛，对不对？都绕着台湾，所以我们台湾人当然心里是很忐忑不安的，一来也希望说台湾能够留存到今天，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来保护我们。那我们当然一直期待美国的军舰长荣号能够保护我们，这也是一个很无奈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还要依靠强国的武力，当然是心理上是有点不好意思，可是现实是如此。那可是碰到这种情形，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给我们什么话呢？吴钊燮外交部长，他就在好像跟站在习近平的立场在恐吓我们，中国在下一步武汉肺炎平息之后，他一定会用武力来侵犯台湾。那我想要知道的，你不是抗中保台吗？你告诉我们这个信息的执行云，你不是应该告诉我们你有什么准备，你要我们怎么配合，我们怎么样大家全国不分党派不分颜色来保卫台湾？而你直接丢下来说你要小心啊，你要被打了，那我怎么办呢？这个是芒果干还在继续喂我们吃之外，你要自己先逃跑吗？要撇清责任吗？我们的领袖是这样子当的吗？那最近因为柯文哲说民进党一党专政，这个我早就说过了，去年我就一直在说，因为我发现民主的因素是要有独立的这个司法，要有言论的自由，然后要能够监督制衡，这是最起码的元素，慢慢的都已经流失了。所以去年之前更早就说我们已经是以选举来包装的一个独裁国家了。可是蔡英文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所以我们不会一党专政。这就让我想起他讲，因为我有学位证书，所以我有论文。就搞了个半天，学位证书是假的，论文是拼凑的，错误百篇的。那这个就反证到说，我们是民主国家吗？你说你没有一党专政，那你为什么控制立法院，要大家你要完全执政，所有的票都要投给符合你的小党跟你自己这个党，一再以这个作为一个宣传的主轴，你要完全的执政，那不是一党专政吗？你为什么用司法当一个玩笑去控告对你质疑的人之后，然后你用了什么样的力量让司法动都不敢动呢？现在可以在这里摆烂到把自己的颜面、理智、面子全部都丢得光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在正所讲的话，都是一场骗局，这些政客都是骗子。那但更不要说从这个论文门骗起，所以我今天呢要跟大家揭发这些大大小小的骗子，他们的骗术是如何的。因为这个我要举台这个我们先从蒋介石说起好了，这个都是有这个传承的基因的。蒋介石跟共产党打打和和，到了1945年二次世界战胜之后，应该是国内要天下和平，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了。可是蒋介石他不愿意让共产党分享他的权力，所以他就即使在美国政府不希望再有发生内战，国内更害怕打仗，希望休养生息的时候，
他一面跟他和谈啊，一面又要开打，所以他的和谈呢，我上次也约略提过，都是讲究的是自由、民主、和平、人权，都是这个最漂亮。就像现在你到大陆去，每一个地方都是为人民服务，从天安门广场到每一个小乡下的派出所，最大的标志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把人民举在最上面的，是最民主法治的国家。蒋介石不是一样吗？在双十和谈的时候也是自由民主和平统一啊，然后这个东西很快就是烟消弥灭，根本他不会，当他势力正旺的时候他就要开打，就先去打共产党，要清党，把共产党赶到延安去，把要来求和谈的代表都驱走，然后老百姓在那里罢工的时候呢，他就镇压暗杀闻一多，这些人全部都被杀了，什么都可以用尽手法，他就是要一统天下。那说这个是民主国家啊，那最好笑的是说他在1946年制宪，然后1947年制宪成功，要开始要行宪，1948年开始要行宪的时候，因为这部宪法是拼拼凑凑的，是由民主同盟人士提出的草案，所以他基本上是采用内阁制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行政院长是最高行政权力机关，然后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由立法机关 监督这个行政院，总统是一个虚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定来的宪法呢，蒋介石先生呢，他不想要当这个总统，因为没意思，不好玩，没有权力，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说他要去做行政院长，然后让胡适去做这个虚位的假面的这个儿皇帝的总统。结果在蒋介石先生其实从北伐以后就在中国的势力啊，我想是已经是没有人可以比拟了，完全是一人掌握整个天下的权力。所以国民党说蒋介石先生不选总统，让胡适是选，那怎么可能呢？所以赶快为他修改宪法啊，12月25号行宪，到3月底，3月29号，第二年1948年的3月29号开第一次国民大会，要选总统，蒋介石先生不肯当那个总统，到4月18号由谁呢？张群，老一辈的应该记得了，我们这长期的国民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张群，还有胡适，就共同提案修改宪法，修改宪法马上把宪法上对于总统权力的限制，就是39条、43条冻结了，让总统不需要向立法院负责，他随时可以颁布紧急命令，他可以发布戒严令，这是第一次啊，玩弄选举，然后权力无限的扩张。更以后呢，就当他两任任期到的时候，国民大会再开会，再修改动员勘乱时期条款，让他可以连选得连任，没有任期。所以蒋介石先生做了5任的总统，而且寿终正寝在总统的职位上面。当时我们都要挂带孝去祭拜啊，沿途的祭拜，这个是过去的一个血历的历史难以抹灭的啊。所以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蒋介石先生到底比这个溥仪啊要复辟，张仪要复辟了，袁世凯要称帝了，在刚刚革命成功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做皇帝，一直想做皇帝，蒋先生真的是比较智慧多了，那个皇帝只是个名字而已啊，他做一辈子的总统，没有任何人可以监督他要什么就什么，那他要，而且到他过世以后，他的儿子还可以继承王位，然后他当然也不需要说我喜欢哪块地方，我喜欢脚板山，我喜欢陈金福，我也不需要去像蔡英文这么辛苦一样，还要去变更地目，变成商业区，改变这个地主的名，因为普天之下都是他的王土，
这是从他开始就在运用一个民主的形式开会，开大会，开国民大会，有几千人参加，然后大家表决，就像这次这个中国两会，只有一个人投反对票，对不对？一个人弃权，全部都赞成，这就是玩弄民主最经典的形式。从蒋介石就玩，然后玩到蒋介石过去，然后好不容易我们废除戡乱临时条款，我们终于让老代表在1991年完全退职，能够改选。之后呢，还是在玩这种开会的游戏。这开会游戏我自己完全亲身体验，就是在台大。台大陈微昭校长，他当了第一任的民选校长以后，因为要修改组织章程，他就利用开会的一个民主这样的形式呢，怎么样去巩固他的权力。所以开这种会啊，我们不管像现在立法院也好，或者其他开会，基本上能去开会的人，他已经都是太选过了。比如说经过选举，他让他的党员甚至不分区立委去进入这个议会，所以基本上基因相同，他们的理念相同，他们要的权力上的一个巩固，大概利益是相同的。对，这是开会。可是很遗憾的，在台大开这个会的时候呢，他没有完全可以掌握这样的一个人数，所以当然还有像我这种异议分子居然也混进去了。有一个校长，他后来就下命说，台大所有的会议都要避开贺某某这个人，不让他参加任何会议，因为他参加会议，会议就会进行的很波折，而不是能够照他们原来很顺利的这样子通过。所以第一个就是他先掌控开会的人，第二很重要的是主持会议的人，主持会议。我们陈微昭校长他最会耍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第一个，他说我不是读法律的人，所以我不懂得会议的程序，他没有念过民权初步，所以我旁边就要摆了一个所谓的会议专家，其实是一个学生，一个老学生啊。他说我旁边摆一个来指导我。我谈这些我其实经历的这个开会的一些趣闻好了啊，就是说第一个，他会把人数呢尽量让能够支持他的人呢能够在会议里面，所以后来他就把就是个会议啊，就是参了非常多的这个行政主管啊，比如说校务会议，你有校务代表的选举，那行政主管我就变成当然委员，当然这个代表我就进去了啊，那就这个已经过半数了。然后他开会呢，他就说我不懂这个议程，其实他非常的熟悉啊，他派了一个人在这里总指挥。然后当你要发言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指定我喜欢的人发言，我不喜欢的人你手举断了，是酸得累死了，他也不会点名你发言。这两次从广安那几次开会的这个现场大家也知道啊，都是哪些人发言，所以他喜欢的人，他需要的人发言的时候呢，什么3分钟五分钟的发言时间，那个也可以不遵守了，可以让那个人讲半小时。如果是好不容易被你抢到一个发言机会呢，他会安排了，在台大就是这样哦，他安排了一些人呢，每一次开会的时候他就来骂你，但你在讲什么时候，他就起来跟你这个捣蛋啊，跟你这个骂你。有一次我提议说，这个会议记录很重要，是不是要逐字，要应该有一个录音啊，有一个记录。结果马上就有一个工友代表就上来说，你这么不环保，你知道这样耗费多少纸吗？我在这个台大50年，我比你爱台大。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啊，把你的整个议题啊给扯东扯西，你不晓得整个就混乱掉。所以这个都是整个他可以安排他的人操控全场。那即使当时我们因为一直要推动，比如说是教官退出校园啊，课程要怎么安排，要设怎么样修改组织章程，那事实上他都有他自己的一票人，包括三长、行政首长，那个时候都是他指定产生的，
那当然都会配合他的政策。所以你要有真正的想要去改革的话，你真的要有很强很强的支持的力量，你的声音才能够透过所谓的民主开会的方式能够表达出去。那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说，当你会议记录做好，决议表决完了的结论之后，到下一次开会的时候，那个表决会不见，会篡改掉。所以我直问我说，我希望知道上次的会议明明是记录是如此，他给我的回答是，我回去想了想不太妥当，所以我就把它删了。这就是主席的权利。所以我们看我们国民大会也有主席团，我们开什么会，比如说也有几个招委，那其实所有的议程跟结果是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当这个结论不符合他原来所要的，他就可以给你篡改掉。这个就像蔡英文在司改会议的时候，他要六次表决，一定要表决到我要的时候才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影视的发达太方便了，所以大家都可以自行录音，所以不敢像我们在90年代在台大开会的时候，就有主席他就把记录给你改了。这个以前我参加过总统府的人权委员会，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你那个主持的那个人出来对外宣布结论的时候，你才赫然发现跟我们刚刚开会讨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可是你能怎么样？你能够当场去抗议或什么？你自己都被吓在当场。结论其实就是那个独裁者、主持者，所谓的主席，他要的结论。这两天我们看到所谓的医材的上限的问题，价格上限的问题，最后也是开会啊。开会谁的决议呢？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公开会，让大家可以知道的，结果他可以开秘密会议。像现在台大的这个校务会议，他就不准记者进去，不准直播，他就在开秘密会议。那里面的内容是怎样呢？他其实可以去篡改。所以这就是一直传统，我们从最早蒋介石做的示范，我们连宪法都可以要改就改，然后开任何的会议都是在他主持者、独裁者他的掌控之中。有没有民主？民主，因为他召集了很多人来开会。开会中间有没有讨论？有讨论。讨论有没有表决？有表决。可是表决必须要符合上议的表决才算数，如果不是符合上议的，他一而再的叫你改，这还是好的了，不然他根本就是把结论就给你变更掉。这就是假借民主形式已经用到极致。我在透露我自己的经验，曾经在我们台大法律系要聘人的时候，当你一次投票没有通过的时候，支持他的那个教授居然大发雷霆，就是要强制要求重新投票，投到通过为止。这个都是号称最民主、最有法治精神的地方，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所以当我经历过这些之后，我觉得真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在理论上的谈到的监督理论、多数决、主权在民、尊重民意，当势力不对等的时候，当一个权力者他不知道自我节制，而外部又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去控制的时候，那权力是绝对的腐化。所以几次修宪，我们从蒋介石时代，从动员戡乱时期条款，从总统一任六年，一次连任一次，修改到一次4年无限制的连任。从本来总统、副总统，有人说是李宗仁是蒋介石选的，其实不是，李宗仁是票选选出来的。因为蒋介石他希望要的是升科，是希望自己人。
李宗仁其实跟他是派系不同的，是所谓的桂系，那个时候是主张和谈的，他就很勉强，以至于他到和谈的时候，他下野和谈的时候，李宗仁作为一个代理总统在南京，总统府在南京，结果行政院呢就被他搬到广州去了，所以这个总统完全变成一个空头的，是这样子在运作所谓的法治跟民主的国家，以至于到解严以后1994，我们看到现在的总统他完全没有节制，所以他即使说我是民主，我没有一党专政，那又是骗人的话。跟他讲他有论文就有学位，或有学位就有论文，完全是在自己在这个骗欺骗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我个人认为修宪我害怕，因为他们这样的方式其实都是操控的。所以当蔡英文说要修宪的时候，马上就有青年军组成青年委员会来复印他，来复合他，他要修什么呢？所以我第一个建议，你要修把总统的豁免权拿掉吧。这样的总统我们原来有豁免权是因为尊重他，给他极大的权力，直到他无私无力为国家在谋福利，为国家的前途在尽心尽力。所以对于小的刑事盗窃啦、伪造文书啦，我们都不在乎，只要他维护国家利益就好了。所以那也是他们自己定进去的所谓的刑事豁免权。今天看到的总统满篇谎言，从头骗到尾，这个刑事豁免权变成了他的护身符，保护他自己犯罪也就罢了，他破坏了国家的法治，他让司法死掉，让司法死亡，当司法死亡的时候，国家正义的捍卫者就没有了，这个国家是非常可怕，是非常陷于险境的。而我一直在谈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不断地利用立法院的修法扩张自己的权力，立法委员扩张自己的权力，让自己得到很多的补助款、选举款、各种的什么款，中央到地方是一连线的，一样的把国家的钱给这样子分化掉了。所以这个才是整个民主社会的危机，整个都是一个骗局，不管你是什么颜色，不管你是选举罢免。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次高雄的选这个罢免，他在民主的表象上是走了多往前走了一层，好像人类又踏上了月球一样，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因为我们除了选举权以外，罢免、创制、复决几乎都是被架空的，好不容易可以在直辖市行使一个罢免权，应该是民主上的一个进程。可是蔡英文居然用党主席、用国家领袖的身份去下令要去推动这件事，他就破坏了民主的机制，就已经不是人民主权的显现，不是人民权利的显现，而是政客他又在玩弄他的权利，又是政党跟政党之间，我们不知道私底下是什么样的丑恶、龌龊、肮脏的交易。所以再来的所谓报复性罢免，那更是造成国家动乱的祸端。我个人是非常看不起这种，有什么好报复的？如果这个人的这个立委或者议员他的表现很好，你怎么可以因为你是要报复他曾经罢免过一个不是人的人而去罢免他，虚耗国力，制造对立，造成纷乱，这是不可原谅的，这是民主的罪恶，这绝对不是民主，请不要滥用民主。